第九关，得把药弄小块一点，妈妈比较容易吃。哦，这上面我们刚刚拿着那些药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可以准备做分类了，是吗？把药放到妈妈的房里的药袋，看一下，房里的药袋在哪里啊？这个早晨、中午跟夜晚放进这个袋子，没错吧？哎，我乱放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倒退吗？干完蛋了，我是不是放错了？哇，那我要怎么把它拿回来？哦，放错它会直接跳掉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早跟晚，早跟下午吗？这是晚，然后一次好像可以放两颗，晚上跟下午，中午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早晨吧？早晨跟夜晚，然后这个是早晨跟中午，早晨跟中午，这个是中午跟夜晚。耶、yeah, ，终于，哦，放完了，哇，已破关，帮妈妈分类好药袋，我好孝顺哦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地上会有玩具跟积木？堆积木好好玩，玩完要收起来，放在这里面。哦，积木可以先捡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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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进去吗？好像不是呢。收这里呢？好像也不是呢。收里吗？收玩具啊？好像也不是这里耶。哇！收这里？哦。哦吼吼吼吼！哦，そうですね。这样子啦。OK。这样算收好了吗？耶、yeah, ，收好了，超爽的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哎，啊，我还没出门呢，想说出门看会有什么东西，这也太快了吧。然后我们这边柜子多了一把钥匙孔，找到棒针了。接下来来找找毛线，我为什么要棒针？毛线一定在下面哦，没有，抱歉，我看错了。这是什么？最小的圈为 A， 这个是为 A 色，第二小的。为 B 色，最大的正方形为 C， 那可是这是长方形，所以说应该这个是 C 吧？所以说橙色，然后黄色、粉红色，橙色、黄色、粉红色，有什么意义吗？妈妈在睡觉，橙色、黄色、粉红色，橙色。完了，我色盲。橙色这个吗？黄色、粉红色。OK，OK、OK? OK、啊，失败了。粉红色都是一个，每一个都是，有没有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再一次，我就不相信。哎、欸，不用啊，我不用过去，我这边看就好了、啊。没有啊，刚刚上网稍微看一下攻略哦，很奇怪，为什么上面攻略上面的密码是写黑蓝灰？可是很奇怪啊，我们怎么看哪里 ？A 是黑色，可是他说最小的圈为黑色，哪里的圈为黑色？啊，就是这个，这不是橙色吗？难道哪里最小的圈？该不会是这个吧？他连背景都要算进去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姑且看一下。他说这个最小的黑，最小的圈为 A 色嘛，黑是不是？好，那么第二小的圈为什么？他写是蓝色，哪里有第二小的圈？该不会是他这个本身吧？然后再来。
最大的框框，灰色。这是紫色，最大的框框在哪里？灰色。啊，我这边没有看到最大的框框。这里最大的框框是灰色啊！哇，这个太邪恶了。我们只 focus 在中间里面的部分，却没注意到这个中间以外的东西啊。So this。所以说蓝色是这个蓝色，可是这怎么看都跟这个比，这个比较长，这个比较大的感觉吧，对不对？不然还有哪个是圈圈是蓝色？没有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就黑蓝灰，好吧？我真的过不了，我很废，抱歉的。开啊，答对了啊，就开啊。哦，拿到钥匙了，耶！耶、yeah ！拿到了，找到毛毛茸茸的毛线了，是妈妈喜欢的粉红色。结束。有棒针哦，那是念捧还是棒啊？我是不是有念错？应该是没有念错吧？这应该是念棒吧？对不对？棒针，然后又有毛线，可以去织毛衣了。我想要给妈妈一个大惊喜，请去药店，去请药店的大姐姐教我好了。我们去药店啊！哇，好棒的毛衣哦，可以拿吗？好像不能拿的样子，只能看不能拿。对，只能看不能拿。哦，算了，有没有什么抽奖券可以送个几张这样子，让我再多抽一点？啊，看来这次没有抽奖券。走开啊，我们要买菜啦！哦，好多人。哎呀，你好啊，抱歉，现在有点忙不过来呢。你先喝杯果汁，等我一下嘛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果汁在哪里？哦，这又是什么？哪里鬼？果汁我还要自己用解谜去开，我的人生都是在解谜。那我一定会超聪明的，我告诉你。等一下，这个王在哪里看过？哎，这也奇怪了。你看，远看的时候，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。但是近看的时候，它的颜色是一致的。What the？ 蓝跟橙，你看就是都只有蓝跟橙而已啊。我们看一下蓝跟橙长什么样子。蓝跟橙色是 J， 是这样意思吗 ？J， 好。那我们就不能点进来看了，因为点进来看的话会看不到它的颜色，所以我们要远远看。橙跟紫色，橙跟紫色的话是 O，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欸。哦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就是 Y 吧，感觉好像是 Y 欸。歪起来！哦，居然哦，为了喝个饮料需要就椅这样子。呵，您看麦，一边喝果汁一边等大姐姐忙完，结束了。好快，好快，超级快！好像有风吹进我的房间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冷，那就关门啊。风往哪里吹？有没有东西可以把洞给塞住？看，又换密码啦，28825252吗？28825252，我现在出去，我抽奖券，抽起来，抽，抽到什么？哦？蓝色的哦，抽到的这个是什么？肉哦，有回忆集了，可以从主画面登录。好啦，这个之后再慢慢看。话说我好像还没有去看过的样子了，是说这里是不会有东西的。我们回家，妈妈还在睡觉，永远都在睡觉。该不会是这个吧？就是这个破洞了，那我们要怎么把它补起来？我要怎么把它补起来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用来学英文的，该不会跟英文有关系吧？完蛋了，我觉得我死定了。
329532。329532。哦 ，TOU， 没有没有，没有九啊，三二，那九是哪个数字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三二，所以说没有九，所以说是 TOATO。该不是 T O A T O 吧？不对啊，少一个数字啊。T O A T O 是吗？好像不对。它没有背面吗？这样子真的很奇怪啊。会不会是 tomato 番茄？要我自己猜是不是？该不会是 tomato 吧？最后一个数字我自己猜是不是？啊 ，tomato 是这个吗？靠！为什么是 tomato？ 我随便打的，还是 tomato？ 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实在有点不懂哎，反正就莫名其妙过了，好吧？那这个几率应该是万分之一吧？我随便打 tomato， 为什么是 tomato 啊？因为我刚刚打的是 tomato， 然后想说加一个 n 看看 tomato， 那就啊算了，随便啦，我也是不知道，脑洞已经快烧起来了，贴一贴，哎，过了，能过就好了。不要想那么多，忍过就好了。猜猜看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哦，是母亲节。我想送妈妈一束花，去摘美丽的花吧。我的人生都在解谜，居然拿到了一个缎带，把花绑成一束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妈妈永远都在睡觉，其实她已经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哦，居然找到了，哦。但是觉得太少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到这是什么啊？这边有一个，还有没有？快点给我，给我，通通！我这边两朵，摘了这么多花，应该没问题的。回家找找，有什么东西可以绑起来？不用找了啦，我们刚刚就拿到了。你在装笨吗？小区啊，要送给妈妈的花，阿木啊！我要被 you 好哩，哎，不小心按到外面去了，抱歉。我要被 you 好哩，来，这好哩。妈妈醒了吗？嗯，怎么了？妈妈，那个今天母亲节哦，这是我去摘回来的花，送给你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这漂亮的花，谢谢你，我才要谢谢妈妈才对。啊，妈妈说，我才要谢谢妈妈才对，妈妈谢谢你。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应该是我吧？随便。太好了，妈妈好像很开心。我要为了哦，妈妈谢谢你才对。对啦，是妈妈谢谢你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突然有点脑袋卡死，吓一跳。我想说我是妈妈，然后说是妈妈要谢谢你，是我妈妈要谢谢你，是妈妈谢谢你啊，随便啦，烦死了。哦，下一关，哎，妈妈康复了。想把我和妈妈的合照摆出来，家里有没有相框呢？耶，直接摆在电视上面不就好了？我还是躺一下好了，跑去躺了。哦，脱了蜜，我笑一跳。没事，不要理我，把它关掉。嗯，OK， 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啊，他说想去躺一下。又要再躺一下，嗯，又有钥匙孔。我们这个家呢，随时都会产生就是钥匙孔啊，然后不然就随机产生摩斯密码，随机产生锁头，随机产生
一大堆解谜的东西，永远让我们不会因为老的时候呢变笨哦，永远不会老人痴呆。这个家真的是有够贴心的，莫名其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居然一把钥匙这样送给我们。我们去看外面一下有没有抽奖券哦。哦，通常这个时候能够出去就去外面看一下，搞不好就有抽奖券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有抽奖券吧，又可以再抽一波了。抽起来，转，怎么是蓝色的？又是 low。好，算了 ，low 就是 low。回家，果然。所以说我们要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 ，open。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啥鬼呀？那怎么办？被卡住了。嗯，宝贝儿，妈妈怎么办？门卡住了，好像没有办法了呢。我们要这样卡一辈子了吗？哎，我不是来买彩泥咒卡。对，这是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在切苹果，要不要试吃？哇，谢谢老板，吃一吃，然后得牙签，然后拿牙签去戳它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的纯粹。杜火力系，哎、欸，清干净了 ，open， 好、哦，有表框了，赞。合成之力，耶、yeah。哦，我还要把它转开哦。这个游戏有这么的贴近写实。啊呢，放有了，放哪里？啊，没有放哪里哦，就直接破关了。好的。妈妈，她今天身体好像不太舒服。什么？不是才刚康复没多久而已吗？对了。要是吃了我做的煎蛋卷，说不定就会好起来。傻孩子，你想太多了，你要给钱呐、啊！新台币丢下去，妈妈马上康复啦，没有像你现在这么的单纯。什么蛋卷，想哈多，给钱他就马上复活了。我告诉你，然后想要去买蛋。买蛋的话，应该是要去那个吧？不是你，应该是你。请给我一颗蛋，真的给一颗蛋。哈，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有一台救护车开得好快，朝家里的方向。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完了，悲剧收场。妈妈的病情突然恶化了，我得赶快回家才行。妈妈她说不定正在等我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哪里过来？回忆录。Oh my god！ 妈妈不见了。没有没有，妈妈康复只是去外面钓鱼而已。妈妈醒来的时候都会把我送她的小毛毯披在肩膀上。那条小毛毯随意掉在地上。回到家之后，看见救护车人员，他说：“你妈妈病情突然加重，已经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。”从那之后，我每天都到妈妈的医院去探病。妈妈跟我说，她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可是到底要多久呢？妈妈今天也没有回来。What？ 等妈妈回来，想让她吃我做的煎蛋卷。先把煎蛋卷做好，等妈妈回来吧。我们要相信。啊，捡起来。哇，这个也是要捡起来。蛋打下去。打！还等什么？有糖，倒砂糖，蛋丢下去，干什么东西？哎呦哎，嘿嘿嘿，砂糖，搅，耶 ，skate， 倒下去，耶，哦，莫名其妙自己生产好了，这个是有灵性的住宅，非常屌。好想让妈妈吃看看，我会乖乖等妈妈回来。结果等了一个月，蛋卷烂掉了，结束了。我每天都会做煎蛋卷，妈妈还是没有回来。我只希望她的身体能慢慢好起来。神啊，
请帮帮我，保佑妈妈快点恢复健康。神啊！结束了。好。好玩。不要。呵呵，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将游戏玩到最后。啊，我的贴赠发售好评，赖贴图哦，这是需要赖贴图哦。我是觉得这款游戏小品真的蛮不错的啊，唯一的缺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广告太多了，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我把广告给卡掉的部分。那真的换一个关卡跳一次广告，换一个关卡跳一次广告，说实在的，你要融入这个剧情，一直被广告打断，其实有点稍微有点没有办法更投入，我这么认为。好吧，那就差不多今天到这里结束了。不过我想去看一下我刚刚收集的那些回忆录。去看一下，然后点它也可以跳呢。哦，虽然没有收集完成啊，不过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。漏的回忆录，当妈妈从被窝出来，我正在厨房帮她烤肉，我和妈妈吃了好多好多的肉，肉好软，真的好好吃哦。这是妈妈还健在的时候，然后说我超小只的蛋的回忆。我和妈妈都最喜欢蛋包饭了。妈妈用高级鸡蛋做的蛋包饭，虽然我的蛋包饭比妈妈的还要大，我还是全部都吃光了。好，哦，其他的回忆录没办法看，因为我懒得剪，不好意思。好啦，今天到这里结束啦，有玩过就好了。如果你们想自己玩，你就照这个影片标题打“神啊，帮帮我吧”，然后去搜寻在这个手机上面，手机上面搜寻一下。应该就找得到，可以下载来玩，是免费的啊，只是广告比较多，就这样子。好啦，感谢各位看到最后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按个订阅啊，还有订阅旁边那个小铃铛也按下去，才可以收到更多的通知，以及按个喜欢，或者在影片下方留言啊，让我知道啊，希望我能多做类似的影片也是可以的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类似的游戏再见面了，拜拜。